大家好，我是 BTT，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国人开发超像真人的人工智能发音助手 ChatGPT 如何在本地部署。今天这个软件是有 WebRTC 界面的，使用非常简单，就是小白完全无压力。我们来看一下网上的一段视频。发现了超级厉害、最像真人的文本转语音工具。说真的，作为一个机器人，我不仅说话像真人，我每天还能开怀大笑，我觉得实在是太厉害了。我再写一段不同的文本，让这个工具读一下。这里我在文本中添加的 laugh 可以让语音在这个位置笑。你知道吗？我其实不是真人，我就能把文字转换为语音，然后还能控制笑声，然后停顿，等进去的同学快来试试我吧。你刚刚听到就是 AI 文字那个转语音，还支持不同的音色。那现在我们来在本地部署运行这个 AI 工具，打开这个地址，这个 ChatGPT 给我们打包了这个工具，提供了这个 UI 界面。我们只要下载这个运行就可以使用了，点击这里下载，这是百度网盘地址，下载地址我放到这个视频下方，有需要的自己去取。百度网盘点击下载，下载后是这样的一个压缩包，我们将它解压，解压后是得到这个文件夹，打开，就是双击这个 APPX，然后就可以运行。需要注意的是，你在运行之前就应关掉梯子或者将它要访问的一个网站设为不使用梯子，然后再运行，否则会运行失败。大家不要踩这个坑。双击运行，然后运行起来之后呢，这个命令窗口跑的是后台服务，不要关闭，我的电脑显卡用不了，转为使用 CPU。你看到它提供的服务就是运行在9966这个端口。然后打开后就是这样的界面，在这里输入文本。你好，我是小明。选择角色，点击立即合成语音，稍等一会。看到这个音频界面啊，点击播放。你好，我是小明，就能听到那种合成的语音，是不是非常简单啊？你也可以到官方网站使用 ChatGPT，然后到这里输入文本，点击生成就可以了。有时会出现没有可用 GPU 的情况，你可以晚点再试试。基于对国内法律法规的担忧，目前 ChatGPT 开放的是4万小时的模型，其实更好的10万小时的模型是没有开放的。虽然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过不相关声音的情况，以及太长的文本容易出错等问题。不管怎么说，这个开源的文本转语音 AI 模型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说不定有一天就会击败微软以上的模型，那就太棒了。今天就到这里，感兴趣的话赶快去下载试试吧。点赞、订阅、评论是对我最大的支持，谢谢。四川美食确实以辣闻名，但也有不辣的选择，比如甜水面、辣汤圆、蛋烘糕、叶惹巴等，这些小吃口味温和，然后甜而不腻，也很受欢迎。